曲气息，烫烫的浓浓的爱意，跟我说你也爱我，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。 Baby I want you, yeah, I need you, 慢慢慢慢幸福都给你，跟我说你也爱我，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。 Baby 说是我简单的爱需要点调色的那种，带着华丽点缀就不会苦涩，让我拖着你的双手旋着甩掉房门，不会猜到这爱有味道，每位 lady 都会牵选一个完美的 gentleman， 收到时我会好好对你再温柔点，什么都不需要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邀请你来跳支舞吧，所以尽快踏着步伐一起跳吧，不用惊讶我只跳得不自由，让时间不过年华魔法我们不用害怕，爱的终于白了白了白白白。 I feel good, so everybody sing, 我要八月份即将上片的《东门之上》，我在东。
是一个厨艺非常好的妈妈，她的名字叫飘香。那么我们经营的是百年的老店大清御坊，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身上穿的这个围兜兜上面写的大清御坊。我们的菜非常好吃，我们有很亲民的服务，然后呢我们会把每一个客人都当成皇帝一样的伺候，呈现美味的料。那么这个妈妈呢嫁给一个非常强壮的丈夫，那个强壮的丈夫呢因为今天排舞台剧没有来，那可是呢我们有强壮的四宝，可是少了一宝没关系，我先从大宝开始介绍。大宝大二，好，这是大宝，这是二宝，这是小三宝。小宝今天呢，小宝是个女儿，很贴心的女儿，但她今天去澎湖去出外景去了啊，好可怜哦，很热的。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大宝，也就是大清御坊现在的厨师，现任的厨师。我是妈妈嘛，我不用做那么辛苦啊，孩子大了，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厨艺传给了儿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一飞，我在那个东门制造的秘书朱少传，就是妈妈的这个传家之宝的传哦，传家之宝的传。对，然后呢我的这是一个宅男，平常呢就是很迷韩国的少女团体，好，很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好，然后呢个性比较宅一点，然后很纯洁，然后呢得到妈妈的好手艺，然后希望喜欢美食，喜欢就是看家庭戏的朋友们，就是一定要收看东门制造。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不太会讲话，很入戏，所以会交给帅气的二哥。我的大儿子厨艺很好，但是他看到女生会脸红心跳的那种。好，接下来是我的二儿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振群。然后在戏里面呢，我其实跟食物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在里面是演一个牙医，然后是一个嘴非常坏的牙医，会一天到晚吐人家槽，然后讲一些让人家好像在心里面被刺了一刀的这种话。那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角色，我还蛮开心。不过就是没有办法跟家里有太多的融入，因为很多家里的戏，因为我是在外面当牙医，所以在跟家人的戏都没有参与到，我觉得蛮可惜的，因为这几个都是好演员，然后都没有跟他们戏。有啊有啊有啊，郑群演的这个角色呢，是在三个儿子里面，我小妹玩豆儿啦，对，你小乖啦，因为你做脚要小扣，医学系的呢，牙医呢，嘿，对嘿，所以呢，我都跟他讲说，阿奇，你会带些，哎，猪家，你们来唱嘿，你把你的牙的诊所照顾好就好了，所以呢，他是最优秀的。接下来，所以他在戏里面呢叫朱少家传家。啊，朱家家讲完了，换枝了，换枝。朱少家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朱少家，对啊，传家。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就是枝，我的三儿子。这个呢是最让妈妈伤脑筋的，凡是妈妈脸上多一条皱纹，恭喜厉害啦，恭喜厉害，今天啦。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彦霖，然后在东门制造里面就是演朱少之这个角色，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头脑非常调皮的男生，然后骂了妈妈很头痛，然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觉得全世界女生都喜欢他的，然后他对厨艺非常有兴趣，那是因为妈妈坚持要大清御坊的菜都要照他的口味来做，所以他在剧中跟妈妈有很多争执，这样就是大家到时候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妈妈在剧中一直打他，然后一直在就是不停的奔跑的。我没有打你，我是教育你。好，教育你。对，然后上次的个性就比较，但他对厨艺他非常有兴趣，而且蛮有天分的。对，谢谢。哇哦，听完各位演员介绍之后，想必8月7号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8点都要首映台视哦。那在我们现场呢，敲一下大家提供给大家试吃的菜是哪一道？我们先拿筷子来拍照好不好？那个大润发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控制中心，要不要呢？再广播一下，把大润发那个什么那个水果区啦，什么那个什么区的客人啊，赶快找来，赶快。
提醒他们这里有这个活动，因为这次因为上片很充足，我们拍的也很充足，虽然很认真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所以呢，这个宣传呢，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这里，所以你要不要帮我们提醒一下，赶快请他们来，不要错过了这个这个什么抽奖的机会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是五位。对，大家调一下自己的菜是什么，然后转身把你的菜拿起来。什么？大家都看到了哦，大家也先选好菜色，等一下要吃什么菜就找哪一个人哦。少家是烤鸡腿，好，我们少传是寿司全家餐，他妈妈是卤味，然后少吃哦，一起来要跟我们来的，这样子这样子。一半就可以亲我一下之类的，就是一分钟的时间，让你们分享一下自己。
我推荐我们吃一个卤味，这个卤味呢它不含防腐剂，也没有添加剂，非常香，而且是我们大溪玉坊百年老店卤的，有谁要来品尝一下吗？好，有人吗？好，来上来快，现在吗？现在就没了，就剩下这些。你看，只有这，我下次会准备多一点哈。我们现在还有吗？大概只过了30秒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谁要吃？这一大锅本肚子饿了没？可以。啊，不要用这个，来来来，先生，有吗？要不要试吃一下？卤味不要钱的，你可以试吃哎。来，一定要不要？来，快点！哇！年纪太小，不知道我们大溪玉坊是百年老店，没关系，爸爸告诉他。好，妈妈现在只是过来试试啊。好，快快快，不要客气。哇，太惨了，给你们。来来，这里还有，没关系，不要抢哈，两个都打架。两分钟只能在手指区域，我们看一下传家之宝今天吃不在。
回去嘞。来，我们数到三开始哦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，来寿司哦，寿司是日本进口的食材哦，片好鸡腿又香。请问一下，少佳他的职业是什么呢？一二三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位。好。牙医是答对的。好。好，我们刚才其实胜不骄败不馁啦，虽然书读的比较多，钱又赚的比较多，但是我们其他人妈妈是公平的，其他两位也有礼物要送给大家，只是没有那么大。好，我们先请第二名的燕敏来出一个题目问大家一下。燕敏的粉丝在哪里？哎呦，还有孩子一个心有没有？那我问一下，就是我在中文介绍里面是排行老几？对啊，我数一二，还没。调皮鬼。哎，一二三。啊，对。幺三。哦，答对了。送老教父的酱料给他的忠实粉丝，他说要拍照，等一下哈。好，那猪妈妈，接下来谁是第三名？你刚才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啊。第三名是我的大儿子朱少全啊。啊，朱高宇，你的朱高宇，我就跟你讲，他站在女生的面前就脸红呗。真的啊，加油好吗？他要等着抱孙子很急哎，真的。好了，你们前面都吃饱了，都没有人要吃我那个。好，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有点简单，有点好。我们的戏呢叫什么？然后在什么时候播？剧名是什么？哪一天播？对，两个。对，两个都要讲哦。因为拿到的人，张一鸣会亲他。不是因为我少一个礼物，是方向好了。好，好吧。有啊，有，我们数到三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八月七号，东门市场是早。是哪一台？台是八月七号，东门市场。好，恭喜恭喜！来来，请享用你的礼物。我们等一下那个。
圆满完成啦。我们还有第二阶段游戏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猪妈妈后面有一个也是大清浴房的招牌啦，这个是虾米拳击，要卖这个拳击，大家不能拿起来啃吧，我们要剁鸡啦。那猪妈妈这边呢，你应该知道你的儿子里面谁的手艺比较好，我们推坏他出来跟粉丝，我们来比赛剁鸡，谁赢了两只鸡带回家不用钱，今天没有特价就是不用钱。好，我们猪妈妈选一下好了。那我这样好了，我就派一个代表是东那个大清浴坊的主厨。好，少传。哎呦，好了，没关系了，刚才最后一名要那个展示一下实力吧，回一层啊。是你到底会不会剁的，刚刚？其实剁不是问题，主要是我怕鸡。就是我，你有发现我一直在闪他的视线，我一直被搞。没关系，我应该先把头切了，然后剩下就会很顺利。你怕鸡，尤其是头。那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拍一个戏，有一个演员怕羽毛，凡是毛，除了鸡的毛啊、鸟的毛啊、羽毛，他全部都怕。他不是他，是另外一个演员。头就交给妈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易飞一跟那个妹姐先来这边拍一下照，好了。我们先，我拿菜刀，拿个菜刀做，要做的那个动作。哎，那个鸡放在砧板上准备做的那种动作。那个手套。那个过去啊，那个。我们先比划一下拍照，等一下再选一个观众。做动作，这个动作就好了。要戴手套。来，好，用手来拍。好，我手借一下。好，是在那里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留下那个少传，还有那个猪妈妈好了。我们先戴手套，那个我们现在先选一个观众好了。易飞先戴上手套，因为你要做指导。那我们妹姐在旁边做指导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现在两位在干嘛？好，哎，你这样很不专业。过期有一手要拿菜刀对手，不要带起啊！啊，那是不要带你啊！拿刀想干嘛？好，我们现在先选一个观众好了。现在旁边两个兄弟在旁边不知道要干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帮我下去物色一下，谁跟他 PK 胜算比较大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请叶明，就我们要让观众看你啊，看你们平常有没有兄弟戏想。不过我紧张。我们现在两个讨论一下好了，我们出一个题目，终极大题目，因为最大的两只鸡要送给大家，讨论一下问什么题目。下面选一个观众起来。我在想说，通常下厨是女生，对，主妇，对。那我想今天在场不知道有没有会下厨的男生。好像蛮胖的，过去就是用从他的头上在那走。嘿，哦，他阿嬷现在就是没有要偷了。
的感觉哦，伸两下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两个盘子让你们装，看剁起来的成品怎么样，这样稍等一下。阿妈，你最贵贵才去听才听到这场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信心？我现在只希望就是把那个阿妈刚刚提到那个头的部分先解决掉。好，那我们大家注意啦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全家之宝，一家人的精神。中医直接一点哦。我们看一下摄影师好了。阿妈记忆力自己的，他记得就是很的白哦。你看一飞才剁个鸡头，他就满身汗，你看吗？哎呀，阿妈还有摆盘，阿妈摆盘呢，好专业哎。谁被他吓死了？陈一飞的。你不要把它弄开吧，一飞你这样做丑滑稽了，你这样怎么演中破呆了齁？你看阿嬤面带微笑，有谁轻松利落的，请相信都没有要做吗？他越做越糟。没关系，我们等到阿嬤切完游戏就是结束了。电子联访，我们先请台视新闻的 Miley。 好，我们现在先进行电子联访。
我拍一点。
纯正的。有有有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我们再补几张照片，好不好？交给。要锁定八月七号台视频道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补下照片。我们今天来到大润发，非常感谢他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。那我们现在送我们的吗？啊，当然不是，这是拍照用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姿势，然后摄影大哥在这边。那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店名，所以梁振宇这个位置刚好没有推车，所以我们大家看他表现。我们这群提往前一步。小脚还是要怎么样，总要有一点表现嘛。来，大哥教你哈。好 ，OK， 可爱 ，OK 的 ，OK 的，俏皮一点，俏皮，俏皮的。那些耍这样子，这些，他刚才脸涨红吗？而且你要一手推的。好了，快点啦。其实平常真正最宅的是他。真的吼，摇一摇就过去了。那十秒有戏。这里大哥在这边哦，好，我们数到三，正确一，可以，翘脚，翘脚，有没有？大哥在 Q 我，哎呀，破五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那个五的部分呢，再改到一个比较可爱的位置，好不好？来，梁振群，来，再翘个脚，要有一种 yummy 的感觉，一二三 ，yummy。好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告诉我。好了，我今天活动圆满结束了，大家请锁定八月七号，请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八点钟登门试照，谢谢大家。
失去气息，烫烫的浓浓的爱意，跟我说你也爱我，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。 Baby I want you, yeah, I need you, 慢慢慢慢幸福都给你，跟我说你也爱我，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。 Baby 说是我简单的爱需要 detail， 设计的钟带着华丽点缀就不会枯涩，让我拖着你的双手旋转甩掉房门，不会猜到这爱有微妙，每位 lady 都会期许一个完美的接龙人，收到时我会好好给你找温柔点，什么都不需要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让我邀请你来跳支舞吧，所以尽快踏着步伐一起跳吧，不用惊讶我才跳得不自由，那时的不过年华模仿我们不用害怕，爱的终于来了来了，拜拜拜。 I feel good, so everybody sing, 我我我要我要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，我要你的爱。相机，你是微妙的夏季。
见钟情不